接下来要为各位观众示范的另一道菜是客家小炒。好，这个素食的客家小炒也一样很好吃哦。我们来看看食材有哪些呢？看这里。好，来，我们从这边素火腿。我们本来是很少用到那个再制品，但是这个是有机素火腿，真的很棒哈。这个是五香豆干，然后杏鲍菇、芹菜、姜丝、辣椒，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客家小炒。那调料有什么呢？也非常的简单，这个是甜面酱，这个一点橄榄油，这样就 OK 了，很简单吧。大家好，我们仍然要邀请到我们的黄师兄、黄师傅，阿弥陀佛，好，请他来示范我们这一道菜叫什么客家小炒。哎，对，能够啊，瘦下来这样做客家小炒，来做好让看麦，来，请黄师兄来，哈，来来，咱油哈，来安行几方面来，好了，油还烧了，油已经坑了哈，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稍微过油一下，好，切薄片，非常薄的薄片哈。应该差不多了，够了，免很伤济去哈。好，先放好。啊，姜丝，即卖姜最好哟，上嫩，即卖上着时对无？对。即卖姜是上着时，所以嫩姜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食材哈。无论煮啥，参加嫩姜丝就最好食哈、啊。这么年轻，你敢听看也看你安尼介绍哈，介好啊。好 ，OK， 把它放旁边一点就好了哈。来，先看个边啊，这里哈，来，啊，过来看这里、个，这里、个、辣椒哈，我赶快来切丝，这个破冰过去了哈，破冰哈，因为咱哈不是要烧香，但是爱有迄个辣椒，有迄个葵，咱就要滴迄个葵啊，对不对哈？所以，但你唔能像安尼切咯，你安尼切你也袂向危险嘛哈。那我们在家里家庭主，我们最好是用夹刀切的哈，我拢不会用那种夹刀切，比较安全。哎，看安全哈，这样会很安全哈。啊，差不多了。OK， 好。我看黑刚刚好来块，我切一个粉面。哎，阿伟，我好的先切。因为哈，跩物件啊无煎过哈，无什么泡油过哈，做起来无好食。哎。尤其杏鲍菇吼，你若无过油过哈，还是煎过哈，迄菇很足重的。对啊。所以吼，大家拢讲啊，有些足奇怪啊，我煮的杏鲍菇那味足重，我那足歹食，我啊，伊就无注意看电视啦，对哇、啊？伊若看咱的电视就知个，哦，这原来这简单啦，放在这里好，先放好，好，我们来先把这个，现在已经可以了，我们先把那个豆干，哈。油温好啊，刚刚加起拢差，哎，先开用个泡油，咱讲泡油啦，哈，这个泡油一下哈，好，先来泡油一下哈，切无断嘛，对，来，先来泡一下，啊来，你搁切这个。切这个哈杏鲍菇哈，我放面遐济啦，把它切成两半啦哈，啊，甲这个长度也差不多哈。哎，大小。哎，对，啊，切片那个切丝哈，塞啊，啊，像我们人讲啊，这个做菜啊，给它丁对丁，叫条对条，哎，立对立，是不是啊？哎，我记我较早我敢那还佫会记的一点嘛，现在我煮的机会无济哈，但是唔过咧。煮个规盘的感觉会很好，较油者，也上粗，较济。你啊，爱拢爱差不多爱变大条哈，才不会说啊，为只大条，为只细条哈。哎，这样可以。哦，这些旁边弄出来，豆干哈，这五香豆干了，小个拿起来。来，来，无我扶扶我来，我甲你，我倒，我来倒切啦。好，你拿哈。这个一定要泡油了，那无泡油这锅吼，哎锅会味足重的吼，大家拢没有办法接受哈。哦，
啊，你爱浸个有金黄色哦，哈，一定要浸个金黄色出来哈，才会好食哈，才会香。来，好来，好嘞。好。这个麦底下啦，再来扫完啦，好啦。我这样加下过油。哎，对了对了对了。啊，你若有时间的时阵，会使一样一样过油啦，哈。啊，有那时间哈，录影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锅子多用，哎、多用途，啊，你就没时间哈。时间占据太多了啦哈，哎，哦，啊那边哈，那差不多的时阵，再过用几角去，再过下这落去，啊你知不？哎，哎哈，对对对，啊你呢？只要杏鲍菇或是什么菇，只要在过油以后哈，煮起来就很好吃。对，嘿，你在上面多滴个满斋，你知不？就会比较香啊，哎，啊就无那个咸，哎，较无那个香菇咸，哎，啊香菇咸是为什么过油就无咸？这个道理我蛮不知道可能油的把那个蒸发掉可能是这样啦好还有几角的好吧来我想说、啊、你那个用几角的、啊、来来用几角的、啊、我们时间才有够我们时间也不够好 OK 好可以好来好、啊、那坑了、啊、你来 再先切这个先生给它穿烫一下，因为、哦、芹菜呢，伊即卖芹菜即摆无啥着时啦，哈、哦，嗯嗯、啊无紧啦，但毋过足芳个哦，你看这摆摆是摆摆足芳个哦，哈，啊切切来，放个隔壁高汤落去穿烫一下，好来，哈，那切先等，哈、哦，好，啊免烧等，烧等个规盘感觉乱糟糟个样型个，哈、哦，好可以，好可以。OK， 这就很快就我们这个客家小炒了。好、啊，寿轩也在做客家小炒，人干嘛就可以管？我说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你把观念一转过来哈，什么拢会使做。嗯，就答对袂讲啊，寿轩大行拢袂做，答对无可能大行拢袂做。哎呀，差不多啊嘛，对。哎、啊，三个人做一个，让我们麻烦啦、啊，对。那就很好了哈。那个油网拿过来，油那个鼎啊，哎，那个锅子推过来哈，来推过来，刚刚讲好，刚刚讲比较安全哈，来，好，刚刚讲来，来，好，把那个油，有那过油要油多一点，但是炒不可以那么多油啊，炒很久油有冻着又不会散哈，所以一定要把油哈，油倒出来，啊，油倒出来。安的没像油了哈，那差不了多少了啊。好，一下，好，啊这刚刚弄几角，啊这边丢在了爆香一下。好来，好来，好，再把这个姜，哈、啊，姜爆香一下，姜爆香一下，啊大家爆香一下。那鱼也是可以，丢在不要麻烦紧的哈。我去爆香一下，还有那个辣椒丝也把它放进去，爆香一下，刚刚可以，哎，好，爆香一下，啊，所以就简单嘞，对不对？好来，那来呢，应该弄一些高汤，把这些调一下，哎，高汤，它就把它调起来，它煮起来，它煮起来，我按差不多就定位了，好来，我拎两卡来。我把那表，这个叫甜面酱，有很多人在一般的家庭主妇，他不大会用到甜面酱。他可是甜面酱就好用的啦，你了解甜面酱，你买它做就最菜了，对不对？哈，来甜面酱，来甜面酱。啊，你有掺甜面酱，差不多其他都面香咖啦，其他的配料差不多都可以哈，要加不加都没什么关系的哈，应该够了吧。够不够？嗯。好，啊，隔壁煮那个高汤又一些过来，无你怕袂苦。好。嗯，好，安好，好好好。好，这个甜面酱哈，加了盐，甜面酱旁边完全弄造出来。哎，这样非常好，非常好。那炒好的时候，再把那个隔壁嘿，再穿烫的芹菜捞过来拌两下，这样就 OK 啦。哎。就简单了，对不对？就好，够好吃。哦，你若炸便当哦，有滋味的。咱我们这前面这羹较无甜一些哈，加一点点啊香菇粉哈。好，这盘做的是炸便当的好料理。
对不对？对。哎，好 ，OK OK。好，哎，对对对，哦，安尼搬都挺好。你芹菜假如没有穿烫一下，容易搬，容易炒的话，哈、哦，但你芹菜颜色也无水，哈、哦，啊，拢比较较，哈、哦，较搭，较颜色较淡。啊，你先穿烫一下，哈、哦，颜色就会变得很漂亮。来，哇、嗯，这，啊，这个差不多了嘞，哇、哦，这水哈，好，搬来走，哎，搬来。哎，让它全部都哈均匀，啊、哦，哇，足水，而且这种足香，很好吃。嗯，对，啊，这样囡仔哈炸饼冻，还是讲大人炸饼冻足好诶，啊，都非常好吃。嗯 ，OK 啦，你看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对啊。哎，大家。其实拢是一个美感啊，啦，唔是讲像外高啦，哈，拢是知影讲，我还是一样重复说，啊、做菜的跟他数学啦，零到九啦，可以变化多少啦，啊、其实按他做嘛是这几行娘娘，对不对？哈，啊，但不管做开，哦，刚刚味道就很好，哈，而且看起来色香味俱佳，好 ，OK， 哎，对。最重要，像师傅，你看他，看他那个小动作，就长得就爱拎你，就爱清气的啦。一定要创个足舒，安尼看了足顺眼的，就爱喊你哦。他不要了，好啦 ，OK。这一盘就是我们今天的客家小炒。客家小炒，哎，对，看个好食对不？嗯，对。感谢师傅，谢谢。好，大家希望我们一起做做看，谢谢。客家小炒食材：素火腿、五香豆干、杏鲍菇、芹菜、姜丝、辣椒。调味料：甜面酱、橄榄油。做法：一、将辣椒切丝备用，起油锅将切丝的五香豆干放入，过油至表面金黄色。二、杏鲍菇切丝与切丝过素火腿一同加入过油。三、芹菜切断穿烫备用。将锅中的油沥出，放入一点辣椒、姜丝爆香，加点水，再加入甜面酱，芹菜拌炒后即可食用。光耀片三千，一盏灯万种星，天天燃灯供佛，更点亮自信光明灯。欢迎随喜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今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幔，不香油涂身，不观听歌舞，不非食食，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随喜您的功德，阿弥陀佛。